的。今年呢，我们还是要给粉丝送那个福利的。然后最厉害的奖呢是那个送票，回贴了不就送票吗？对，就是最厉害的是送票，所以你们要尽量挣到那个送票。你们这要干什么？最不厉害的，万一没赚到送票，就把那个撕开。大家就是，所以就必须赚到送票，我们再上台。呀呀呀呀！最厉害的是送票，然后就是你们三个就这样，就你们想办法挣到票，去吧，去。干嘛？他们三个来着，你们三个去赚嘛，一人。看我，你把手放上。一人赚一个，我这送票停不下来。二一，认真认真。三二一。也得赚十分钟。哇！才跟大两劲儿。哇！这么巧，真准，小点没碰，就这么巧，送票。集体送票啊！什么？快半小时了。